又到了吃小龙虾的季节，许多人在家不知道怎么做好吃，今天大厨就来教你一个麻辣小龙虾的做法。你要学会这道菜，隔壁小媳妇天天去你家。45块钱买了3斤小龙虾，不知道你们那里多少钱一斤？感觉一道家常版麻辣小龙虾就制作完成。这你要还学不会，我拿着小龙虾去你家教你。虽然大厨不能陪你一生，但每天让你的胃满满登登。